我给你选的婚纱还喜欢吗？不喜欢。那太可惜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不要告诉我你把我掳过来就是为了让一个根本都不喜欢你，甚至要把你送进监牢的人跟你结婚。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将你融入怀。我只是完成我们本来就应该举行的婚礼。你做这些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是吗？相信我，无边的真心，千年结婚记什么？你知道结婚是什么？从来没有一个人经过多少的寒冬。我恭喜你也可以啊，你做到了。